我是乳腺癌中晚期患者，刚刚化疗结束一个月。化疗结束后，手也举不起来，整天躺在床上，整身没劲。通过跟李玉华老师学习《植物门易筋经》，现在手可以举起来，整个人也很轻松。最主要是表现在学习《植物门易筋经》的第二天，就双手呈现出很多红疹，把毒素排出来。我非常感谢《植物门易筋经》，感谢李玉华老师，让我跟有一个重生的机会一样。谢谢。